大秦帝国第五部《铁血文明》第十四章《大地流火》。在李斯惶惑不知所以的时候，皇帝一连三日都昏迷不醒。这天是七月二十日，李斯真正的不安了。第一次，李斯不奉诏命，以丞相名义召集了大臣会商。 李斯提出的一决事项，最要紧的只有一件：该不该派大臣作为特使赶赴九原，召长公子扶苏与蒙恬南来觐见皇帝？大臣们忧心忡忡地议论了一个时辰，还是莫衷一是。典客顿若认为该当，而且应当尽快。顿若说得很直接：皇帝要北上。 目下却无法北上，宣召长公子与蒙恬南下，有甚可疑？办就是。可胡无尽与郑国两位老臣却老大沉吟，理由一样。若是需要，皇帝纵然病重，这几句话还是说得的,的。皇帝没说话，清召皇长子与屯边大将军，毕竟不妥。杨端和则只有一句话。 听丞相决断。最后，三位老臣也是一口声道：“我等各有己见，唯听丞相决断。”在李斯几乎要拍板之时，赵高匆匆来了。因为赵高已经临时接掌了蒙毅权力，所以李斯也知会了赵高，与文会商。此时匆匆而来，显然是皇帝处难以脱身而迟到了。 待李斯将会商情形大略说了一遍，赵高哭丧着脸提醒了一句：“皇帝陛下时昏时醒，不是全然昏迷，还是问问皇帝的好。”赵高这一句话，李斯当即打消了原本念头，断然道：“大事不争一两日，自明日起，老夫守在皇帝寝室之外。” 等待皇帝清醒时禀报，由皇帝定夺。掠过李斯心头的一闪念是：扶苏难来，可以不经皇帝认可；然自己要离开行营回咸阳，不经皇帝认可行吗？李斯决断无可反驳，大臣们都点头了，赵高也点头了。大秦帝国第五部。 《铁血文明》第十四章：大地流火之八，七月流火，大地陨落。七月二十一日夜里，嬴政皇帝终于完全清醒了，虽然浑身疲软，皇帝的高热却莫名其妙的消散了。在皇帝挣扎着被两名侍女扶下卧榻，倚在了书案前的大靠枕上时， 李斯进来了，李斯禀报了大臣们的会商，皇帝淡淡的笑道：“不用了，朕的热寒已经告退了，只要明日不再发作，后日南下回咸阳，不折腾了。朕不信邪，朕会挺过这一关，病好了，朕在巡边。”皇帝说的如此明确。 李四也就不再提说自己先回咸阳的事了，毕竟皇帝正在病中，若无非常之需，他当然不该离皇帝而去。如此坐的片刻，看着皇帝服下一盅汤药，李四才稍尽轻松的告辞了。月亮，好月亮也。嬴政皇帝凝望着碧蓝的夜空，轻轻惊叹了一声。 陛下，这几日天天好月亮。赵高小心翼翼的注视着皇帝。这里是赵武灵王的沙丘宫，正是陛下，沙丘宫是避暑养息之地。几曾想到，嬴政步着赵武灵王的后尘来也。皇帝长叹了一声。 陛下是中途歇息，与赵武灵王不相干。你急甚，朕不信邪。嬴政皇帝笑了，赵高也连忙笑了，一只手在背后摇了摇，立即一个翠亮的哭音飘了进来：“父皇，你好了吗？”随着声音，少年胡亥飞一般冲了进来，扑倒在皇帝脚下。 嬴政皇帝抚摸着胡亥的一头乌黑长发，笑了：“你小子倒好，照样白胖光鲜。”胡亥的一双大眼睛转动着，惊愕、迷茫与泪水一起弥漫开来。“父皇，你手好烫眼嬴政皇帝淡淡道：“胡亥，不许哭，眼泪是弱者的。”“哎，不哭。” 胡亥噗的笑了。父皇多吃药，快快好。那大河多好看呀！嬴政皇帝也笑了。大河，当然好了，她是华夏文明之母亲。胡亥啊，长城更好，那是大秦新政之万代雄风。父皇好了，带你去看万里长城。好,好，好，好看万里长城。 胡亥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，嬴政皇帝笑道：“到了长城，你就该知道，甚叫金戈铁马，甚叫英雄志士了。你会见到你的大哥扶苏。胡亥啊，长大了要像扶苏大哥一样，父皇就放心了。”胡亥面色涨红，高声道：“父皇。” 胡亥一定向大哥，嬴政皇帝高兴了。好，胡亥有志气，父皇喜欢有志气的后生。胡亥正要兴冲冲说话，却听赵高轻轻咳嗽了一声，站起来，深深一躬道：“父皇劳累，早早歇息。胡亥明日再来守候父皇。”说罢，不待嬴政皇帝说话，胡亥已转身。 噔噔噔去了。赵高，胡亥如此听你。皇帝目光骤然一闪。禀报陛下，赵高大骇，扑倒在地，哽咽道：“陛下昏睡之时，少皇子天天哭着守候在门外，小高子为其大孝之心所感，遂答应他，陛下见好时知会他觐见。” 可小高子生怕皇子少不更事，便与他约定，由小高子决断时辰长短。陛下，小高子何敢叫皇子听命啊？起来，没事便没事，哭个鸟！皇帝笑骂了一句：“陛下，小高子快吓死了。”赵高哭丧着脸爬了起来。 显然是赵高的自我见称，勾起了皇帝往昔的追忆，嬴政皇帝郁闷的心绪似乎好转了许多，叫着已经多年不叫的赵高的建称，长吁一声道：“小高子，我今日轻松了许多，来，扶我到月亮下走走。”哎，赵高小心翼翼的答应着。 去找一只竹杖来，你跟着便是。扶着赵高站起来的皇帝，艰难的笑了。片刻之间，赵高找来了一支竹杖，嬴政皇帝觉得很趁手，高兴的嘿嘿笑了。扶着竹杖，一步一步挪出廊下，微风徐徐拂面，精神顿时一振，没用赵高搭手，自己走向了庭院。 走向了月下的湖畔。虽是酷暑七月，下半夜也是清凉宜人。夜空碧蓝，残月高悬，被沙丘宫包进一大片的古老的大陆泽，闪烁着粼粼波光。湖畔的胡杨林沙沙摇曳，日间令人烦躁不甚的连绵蝉鸣也停止了，天地间幽静的令人心醉。 嬴政皇帝多日热汗昏睡，对清醒之后的夏夜倍感亲切而新鲜，长长的、缓慢的做了几个吐纳，一时间觉得自己似乎没有病了。竹杖笃笃的点着湖畔的沙石，嬴政皇帝的思绪汇入了无限的夜空。一场大病醒来，一切竟是恍若隔世。 嬴政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在不断发病之时坚持北上，先回咸阳，病好了北上不行吗？抑或回咸阳后再宣扶苏蒙田、蒙恬南下奉诏不行吗？目下咸阳朝局，古真有何力量能阻挡他这个皇帝立储善后吗？没有，全然是自己疑神疑鬼的虚妄幻想。然则。 自己为何在那时就一定认为非上九原不可呢？分明是偏执的可笑，却一定要如此坚持。嬴政当真不明白自己了。木下仔细想来，只是两个缘由：一则，是自己屡次发病，神智已经没有了寻常时日的清醒权衡；一则。 是自己一朝看到了多年未立储君的可能的巨大危害，精神重压之下，心思过重，一切评判都失常了。除此而外，还能如何解释自己？若非多日昏迷若死，清醒之后真正体察到了生命的短促而珍贵，很可能自己还是深陷于偏执不能自拔。嬴政啊，嬴政。 你雄极一世，岂曾有过如此昏乱偏狭？是的，上天给了你近三十年的机会，你都没有立定储君。一朝有了垂危之象，你才警觉到帝国最高权力传承的空白是多大的危局，你才慌了，你才乱了。想起来，你嬴政如同一个可笑的农夫，从地头走到地尾。 总想寻觅一颗最茁壮、最完美的麦穗，错过了风暴的中段庄稼，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前方。一直快走到尽头了，才发现还是曾经的那株最是茁壮。回身再去，又怕那株茁壮的庄稼已经出事了，于是你慌不择路了。说到底。 你嬴政心太高，心太大，太求完美无缺了。帝国创制，你求新求变求完美；盘整华夏，你求新求变求完美；后宫立志，你求新求变求完美；立储善后，你还是求新求变求完美。自来立储都是立书立长。 你却因为这不是楚军的真实尺度，不愿接受这一老传统，要创出一条锤炼楚军的新法度来。扶苏已经是最具人望的楚军人选了，你还嫌不足，还要多方锤炼。扶苏与你这个皇帝在坑儒事件上有了旗舰，你便更加觉得扶苏还要锤炼了。 你自认评判洞察过人，何以便不能认定，这是扶苏有主见的可贵秉性，而偏偏认作不安帝国法之精髓？假如早十年立储，甚或早三年立储，会有后来这般狼狈吗？上天给了你近三十年的机会，你嬴政都一年又一年的，在无休止的锤炼中。 蹉跎过去了，上天还能给你机会吗？若上天将机会无穷无尽的指向你抛洒，天地间还有世事变幻吗？上天啊，嬴政的路走到头了吗？突然，一种莫名其妙的心境油然生出。 嬴政本能的预感到，自己的生命将要完结了。此刻的情形，或许是上天对他最后的一丝眷顾，叫他妥善安排身后了。凝望着天边残月，一丝清冷的泪水爬上了面颊，嬴政的心猛烈的悸动了。想想，见到扶苏。 是不可能了，然则一定得给他留下一道诏书。可是，这道诏书该如何写？一定要谨慎再谨慎。咸阳朝局纵然稳定，可没有了自己这个皇帝龙头，很难说便没有突兀事变。任何一个举措，都得防备其中的万一之变。若是公然颁行， 立扶苏为太子的立储诏书，最大的万一是谁？显然，是诏书不能抵达九原。心念一闪，嬴政皇帝眼前骤然出现了赵高，又突然出现了李斯。这两个人，谁会成为那个万一？最大的可能，还是丞相李斯，因为。 在他身后，只有李斯有如此巨大的权力。赵高，一个患者之身的中车府令而已，他能如何？相反，在防备这个万一的诸般因素中，赵高反倒是一个可以制约这个万一的因素。对，将诏书交赵高发出，而后再指挥李斯，既不违法度。 有个防患于未然。虽然如此，诏书还是不宜明显立储，毕竟，扶苏的宽政主张与大臣们的分歧仍在。若未经皇帝大朝议决而独断立储，将给扶苏日后造成诸多不便。赢政确信，以扶苏的人望以及自己平素的期许。 扶苏若回咸阳主持大丧，朝臣一定会拥立扶苏为国君。那么，这道诏书，只要使扶苏能够奉诏回到咸阳即可。想想，对了，这般写法，几行大字，电光般闪烁在嬴政心头。以兵数蒙恬，与丧会咸阳而葬。 会同大臣元老议定二世皇帝。如此诏书展开的过程是：兵权交付大将军蒙恬，扶苏回咸阳主持皇帝国葬，而后再由扶苏主持会同大臣禀皇族元老议决拥立皇帝。这一切完全符合秦国历来的立储立君传统。 也完全符合秦法以才具品性为立储立君之根本的刑法事实。从御后而言，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皇帝垂危而独断传承的不利后果。请注意，皇帝独断传承，对于后世皇帝而言再自然不过，没有谁会非议。然在紧接战国之后的秦帝国时期。 秦法制奉行蔚然成风，尊奉法治的嬴政皇帝选择最符合法治传统的方法，则是最为合理有效的选择。否则，历史不会留下那道如此不明确且只有一句话的善后半道诏书。月亮已经没有了，皇帝在晨风中打了一个寒战。 皇帝没有说话，艰难的点着竹杖转身了。赵高，回去，冷，是有些冷。一脸稀罕的赵高小心翼翼的扶持着皇帝。终于，嬴政皇帝艰难的回到了寝宫。皇帝没有去寝室，沉重缓慢的步子，不容置疑的。 迈向了书房，两名太医匆匆过来，皇帝却挥了挥手。赵高一个眼神示意，两名老太医站在了书房门口守候了。走进书房，嬴政皇帝颓然坐在书案前，闭目片刻，睁开眼睛道：“还有人吗？都叫走了。陛下，没人了。” 指陛下与小高子两人，赵高恭敬的回答：“赵高，你是大秦之忠臣吗？”皇帝的声音带着线人的肃杀：“陛下，小高子随侍陛下三十六年，有猎犬为陛下所用，焉能不忠？大秦新政，小高子也有些许血汗。” 焉能不忠？小高子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赵高脸色苍白，大汗淋漓，话语却是异常利落。好，朕要书写遗诏。皇帝喘息着，艰难的说着：“赵成之后，你封存于福羲密室。” 朕一旦去了，即刻飞送九援扶苏。明白吗？小高子明白。昭告：若得齐天，九族俱灭。陛下，好。 你朱砂、主杀白绢，赵高利落奔走，片刻间一切就绪。嬴政皇帝素人正容，勉力端坐案前，心头只闪烁着一个念头：嬴政，一定要挺住，要写完遗诏，不能半途而废。 终于，嬴政皇帝颤巍巍提起了大笔，向白卷上艰难地写了下去：“兵属蒙恬，与丧会咸阳而葬。”突然，嬴政皇帝大笔一抖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口鲜血，颓然伏案。嬴政皇帝用尽最后一丝气力。 支撑坐起，又一次颓然倒下。猛然一哽，雍正皇帝手中的大笔“啪”的落到脚边，云睁着双眼，一动不动了。这一刻，是公元前二百一十年七月丙寅日，黎明时分，雍正大帝。 客人尝试给广袤的帝国留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权力真空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